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带电子点，哈，我们假设它带电 Q， 垂直射入均匀的这个磁场力啊，做半径为 R 啊，如果是假设带正电好了 ，V close 的 V， 它就是往下移动，哦，那这个半径的话呢，假设是 R 的话，好，那若将该支点哈，以相同的速度哈。射入呢，宽 L 的偏向板，哦，宽度是 L 啊，的偏向板，然后呢，电场是一啊，电场是一，指点离开偏向板的位移是 D， 好，那我假设呢，它是带 Q 好了，进去的话哈，偏向板的位移呢，假设是 D 嘛哈。若不考虑重力啊，那么它的赫兹比应该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先来求它的这个速度 v 啊。哦，因为它是那个做圆周运动嘛，所以它那个向心力哈，就是，受到那个磁力作用嘛。磁力的话就是 qvb，啊，这个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那个 ma 嘛，m 乘以。那个 r 分之 v 平方，所以 r 分之 v 平方嘛，它是大 R。好，那这个 v 的话就消掉一个嘛，v 消掉一个的话哈，那这个 v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qvr 除以 m 嘛，我这里就有一个赫兹比了。然后进来以后的话哈，这个速度是 v 啊，已知嘛，那么它。通过这个平行板，它的时间 t 就等于 l 除以那个 v，然后它那个什么呢？它的加速度，哦，我假设是正电荷嘛，那我假设这里是正的，哦，这里正的，那，啊，这里负的话，那它往这边偏，那它加速度等于多少呢？加速度是等于那个 q1。它除以 m 嘛，哇，这横向位移是 d 嘛，d 的话等于二分之一 at 平方，哦，就二分之一哈，a 是 m 分之 q 嘛，它乘以 t 平方，t 平方就是 l 平方嘛，它除以 v 平方，就除以这个平方嘛，就乘以什么呢？乘以 q。v r 分之 m 的平方啊，啊，这等于 d 好，啊，这里的话我把它整理一下，这里一个那个q 除以 m 嘛，m 除以 q 约掉一个，我就二分之一哈，约掉一个剩下一个一给了平方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因为约掉一个了嘛，所以是 v 平方 r 平方分之一啊。好，那约掉一个的话，剩下一个嘛，说 m 的话除以 q，那 q 除 m 的话就可以把它除过去，哦，q 的 m 就除过去，除过去以后就是 q 除以 m 嘛，啊等于多少呢？等于2倍的哈，v 平方 r 平方 v 平方嘛，啊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个是 1l 平方嘛。1L 平方的这个，所以的话哈，应该要选多少呢？哦，啊，还有个 d，我除过去的话，这里有个 d 啊，有个 d，赫兹比，哦，没有，这个除过去以后的话，这个要除过来才对，所以呢，除错了。这我把它除过去嘛，啊 d 的话除过来，所以是二 v 平方 r 平方嘛，它分多少？分之 1l 平方，哦 1l 平方，就这样子，所以是等于多少呢？哦，还有个 d，啊，这除过去，把它除过来，这里还有个 d 啊，
所以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那个二 d 啊，哈，vr 平方分之 1l 平方呢？所以应该选多少？应该要选一，哦，应该要选一。